原来不是一个人，却又不是多了一个人。这种选择说来太残忍，对待他给的诚恳，说出的字全部都是冰冷。怪我太天真，是你太认真。假如一切没发生，你不会再等，我们都决定做个陌生人，就没有了现在的疼。假如你不认识我，想必现在也没有这结果。谢谢熊伟哥啊，谢谢熊伟哥，这首歌曲是木然的一首歌曲啊，假如啊，我以前也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。爱是一个人，爱也没有因此多一分。这种选择说来真残忍，对待他给的诚恳，说出的字全部都是冰冷。怪我太天真，愿你太认真。假如一切没发生，你不会再等，我们都决定做个陌生人，就没有了现在的疼。假如你不认识我，想必现在也没有这结果。假如一切没发生，你不会再等，我们都决定做个陌生人，就没有了现在的疼。假如你不认识我，现在也没有这结果。我看见泡泡就想打他，其实我刚刚也想踢他的。谢谢媳妇儿啊，感谢我们家媳妇儿帮我把人踢出去啊。那个，其实我刚刚也是想踢他。我这个人吧，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你可以攻击我，但是你不可以攻击我的粉丝。